亲爱的基隆市36万的市民朋友，从谢国梁市长就任1年10个月以来，他的表现、他的认真、他的付出，我们都有信心。谢国梁是个最棒的基隆市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心里面光明磊落，因为我们站在一个优秀、认真、清廉的市长旁边。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问题：他贪污了吗？腐败了吗？他懒惰了吗？没有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一定要擦亮眼睛。明天早上这个票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有智慧的基隆市民朋友，发挥你的勇气，明天这票投下去，我们基隆市民朋友全部来一起保护谢国梁市长，好不好？好。用你神圣的这张票，36万基隆市民必须向全台湾证明，我们是最棒的选民，我们坚持优秀的谢国梁市长可以继续为基隆服务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支持谢国梁，不投必罢免。支持谢国梁，不投必罢免。谢国梁加油，谢国梁加油，国梁国梁国梁加油加油加油。10月13日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，投下不投必罢免票，共同守护基隆的希望与未来。